不可以惹老婆生气，老婆生气马上道歉认错。做到吗？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每年出资做到。不行。每年出资让老婆打凤凰电波，维持老婆出色的外表。是不是？做得到就做，好不好？尽量。我努力，好不好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亲爱的阿贵，昨天登记的时候还是觉得一切很不真实。直到来岩石牧场这里常看看到美丽的布置，才真的感受到，这真的是我梦想已久的草地婚礼。怎么了？他们跑，然后我要开始跳。对，对对，他们开始跑，你要开始跳。跳跳怎么跳？高跳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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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有花哎，好美丽哦！你们这是少一只鸟鸟，没有吧？少一只鸟鸟，你想要找谁要鸟啊？把你的手给你鸟给我，给我们一人一鸟。你想？哇！我有啊！我这是想的啦，我这是想的啦。等一下，好喝吗？好喝吗？有吸管吗？老婆生日。送上鲜花及小礼物，每年准备小旅行，甜蜜约会，带老婆放松身心，体贴老婆上班辛苦，不管是宠物还是小孩都照顾妥当得宜，不当猪队友。这个是我要对他说，谢谢。亲爱的老婆，感谢这些年来的陪伴。那因为有你，让我的人生更加的完整。感谢你愿意跟我一起度过未来的日子，希望我的乐观，没什么优点，这乐观可以让你成为更快乐的人。2013年五月才刚认识你的时候，总觉得怎么有人可以把生活过得这么开心。接下来这句话有点恶心。你就像是太阳一样，总是可以照亮藏在乌云底下的我。跟你在一起，让人觉得很自在、很舒服，只要做自己就好。那因为有你，我会是最快乐的人。那因为不太会讲话，所以但是最后一件还是要说一句：老婆，我爱你。今年就要结束7年多的远距离了，我们还有很多想做的事还没做，那就一起加油完成人生清单哦，我人生中的队友 W。 欢迎我们的刘先生还有刘太太，掌声欢迎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